事到如今，你还狡辩？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要说。你没有资格跟我提以前。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这一切，不都是拜你？ 我去找人给你拿身衣服，你换上，然后给我滚出去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林小姐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，就早点离开。 看什么呢？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？火气这么大。不过就是个心机恶毒的女人，留她一命，因为好戏在后面呢。倒是你，对她挺关心啊。少将。 想报复我？没错。我要怎么样，你才肯放过我？跪下，向我段家满门磕头赎罪。你真的以为我跟我爹会背叛段家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当年说过什么？我当年赶你走，是因为你留下来会很危险。 我自幼许给你大哥，夫人跟司令带我向亲生女儿一样，我怎么可能背叛段家？事到如今，你还狡辩？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要说，我和我爹没有背叛司令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 带你去见个人。